看到价目表上的价格，林佑昌好惊讶，等到肉圆上桌又被吓到一次。这刚叫肉丸，因为这家人哦，你发包的肉丸是肉丸的，而且不是这种皮，一颗肉圆居然是5块钱，这我怕专带丸所以不会啦。而基隆炸的肉圆不同，凤山肉圆是用蒸的，小巧迷你，皮薄馅多，一口一粒刚刚好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米浆的这个香味，还有它里面的这个肉块，其实非常的均匀。而且我觉得这很适合女生吃，对，而且可以吃起来很熟女，很优雅。光介绍别人家的美食怎么行？林佑昌有备而来，拿出自备的3罐酱料，趁机植入行销。炸温感也就聊来气化嘛，也许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。没有，可能都这样嘛。趁着基隆市长林佑昌完成基隆屏东24小时骑车切西瓜纵走，搭高铁北返的空档，陈其迈、立委许志杰和黄杰特地邀请他到凤山吃肉圆 PK 一下美食。元宵节佑昌还搞抢啦，呛讲他们因的元宵肉丸比那个鱼啊比咱较好食啦吼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小公吼，这台上导航拢好伊安尼。占便宜哈，那所以这次就介绍他来源美霸丸哈，那叫他以后讲到肉圆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小声一点呢？骑了10几个小时的车，林佑昌的右手因为长时间吹油门，导致手无法握合，没有办法拿筷子，只能用汤匙吃东西。这趟机车宣传之旅就在幸福的美食中画下句点。民视新闻郑兆佐高雄市报道。